受累了啊。娱乐，你们等会儿，我先问问他们俩人啊。啊，您什么事儿啊？嗯，我打小干这行，我就没见过拿了词儿上场的。您解释一下吧。不是，这个是一会儿讲话的那个内容，跟这词儿没关系。嗨，我还以为拿着词儿上。于老师那个呢？我们最近唱歌唱惯了，都有提词器，干这玩意儿没有，不习惯。嗯，行，好在也没人跟咱们较真儿，反串嘛，对不对啊？你他们有人唱着忘了，就瞎编两句，反正观众也不知道。对，这个要有准词儿的话，这是尊重观众。那是，许你们尊重啊，就许我尊重，知道吗？他先藏起来，太开心了。哎，当然了。这个咱们要唱一什么节目啊？唱一不是单弦吗？拆唱八。来，我给大伙儿介绍一下。咱仨人这词儿不太一样。这个可能您各位年轻的观众不了解啊，这叫八角鼓。对，这是这个乐器的名字。我们唱的这叫单弦牌子曲。嗯，八角鼓，这是八个角，因为这东西是清朝乾隆年间发明的。哦，乾隆中叶。这八个角代表着八旗。对，嗯啊，你看这个蟒皮了吗？啊，哎，你看这两边，这叫内蟒和外蟒。你瞧啊，这穗儿，这底这穗儿，哎，为什么这样呢？嗯，这叫鼓声双穗。你看还有吉祥话，它是为了表示吉祥如意。这里边有一半，嗯，拿手攥这半叫勇霸干戈，嘿，就是不打仗的意思。哦、哎，拿这个一打啊，好，咱们这样，咱们。先来个插曲儿，对，先开开嗓子，给大伙儿顺顺耳音。嗯，这个唱插曲儿最要紧的就是得齐劲。当然了，这一唱起来调儿也不对，词儿也不对，三人张嘴，节骨眼都不一样啊，让观众笑话。对，知道吗？就到天津曲艺的窝子。嗯，对啊，你听叫好你就知道，他们都会起哄、嗯、啊。当然，咱们唱一什么插曲儿呢？唱一个传统的。好，风雨归舟。风雨归舟啊，头一句是什么词儿？谢直入深山。最值钱就是咱仨人得一块儿张嘴，还不能把词儿叠在一块儿，有板管着。对，你听完这录音就觉得是一个人唱的，这就值钱了。那才对呢。咱们开始，谢直入深山啊，没问题。来，我们的贤师啊，咱们得着重介绍一下啊，介绍六回了，再介绍一回啊。著名贤师罗学发先生，哎，罗老师，好，我们请发仔。发财，缓动丝弦，我们学徒三个人志志诚诚，先给您唱一个小插曲儿，《风雨归舟》。哎，得齐了，来一块儿唱。谢谢，走，吓我一跳。说好了一块儿唱吗？你不是指着我才张嘴的吗？对、啊、我不用指着你也得张嘴，是吧？到接骨眼就唱啊，那这接骨眼都过了啊。对对对啊，那行，发仔再来，嗯，谢直入深山饮云峰受降清闲。突然风雨
起云烟，嘎哒嘎哒冰雹把山花打，咕噜噜沉雷震山川，风吹雨绝岭啊，当啷啷啷响，唰啦啦大雨似涌泉，山洼积水满，涧下似深潭，霎时间雨住风儿寒，天晴雨卖的就是奇迹，错不了，哎、真不错呀、哎！还要多奇迹是吧？有点意思，太好了，有点意思。这个唱一段插曲儿，让观众们失落一下，失落一下，让他们难受一下。接下来咱们要干点正事儿了。对，哎，咱们唱一段50回的曲目。哎，哎，这叫《戏书别凶》，太好了，片段。来，发仔，开工。秦守正道。五伦之礼要分清，必须要遵照而行。有味儿。自古道上对下，必须水浒。等会儿，我唱钻，不要说江湖黑话啊！嗯，什么叫钻弄的水浒啊？不行啊，行，转奏，转奏，哎，转奏，就来啊！哎，这你放郭麒麟，不不，这哪有大儿的事儿啊？人名没没有没有，施耐庵，施耐庵，施耐庵转做了水浒。人家可称是那妙笔的先生，《水浒传》这一部精华，那阅书的人是无不赞成。描写武二郎是高尚的人物，可称是大名儿鼎鼎。自从在景阳冈打虎之后，在阳谷县赫赫的扬名。这一天，武二郎在街市上闲游，把阳谷县老少都给惊动，一个个搀老携幼都来
的英雄。武二郎行至在街头，忽听身背后有人喊叫了一声，就听后边说，前面走的可是二哥吗？武二郎不由就一愣，转镖区回头他观看，原来是自己的胞兄。武二郎扑身他拜倒，武大郎珠泪儿盈盈。那桌是于老师请的客，都不鼓掌，就他们鼓掌啊！他们爱听，爱听，得意了啊！他们可逮着理了啊！就是，这个故事就开篇了。哎啊，就是武松景阳冈打虎之后，嗯，哎，在这十字街头碰见他的哥哥了，打这故事就开始了啊！对了，接下来给您换一个曲牌，叫《太平年》。武大郎泪盈盈，上前来搀起哥哥儿武松，说一别数年，你把哥哥我给扔，没想到阳谷县咱们弟兄又相逢，东岳庙逃出家中，撇下了哥哥，我是那孤苦又伶仃，正赶上张大户他们家中把人用啊，哥哥我一倒在他家去做高峰啊，不对，什么词儿？去做长工。对呀、啊，这个长工叫高峰，还是我。现如今我娶了谦嫂了，谁说的？哎，看，不像话呀！你看有什么词儿？现如今我娶了你嫂子了，你嫂子是谁？就是谦嫂子。人没错，给你娶了嫂子哎，进了咱的门庭，你知道哥哥我是那软绕又无能，也搭着你嫂子长得是忒漂亮，招惹了那些地痞流氓说相声的，他们堵着门的净起哄啊，说相声是爱起哄，因此上哥哥我弃清河来到了阳谷县，咱们才得太平年。太平武二郎瞪双睛说，目下哪一个还敢再坑您这么一声，既然弟兄相逢，今天您就不必再去卖炊饼啊！说着，二郎一探虎爪，替哥哥挑起了担子，他们转家中啊，年太平啊！大郎叫门，里面应声：“谁呀？”潘金莲开开了门，他是细看分明，活不了。瞧见了武二郎这个潘氏就一动，愣看可不行啊！弟兄二人怎么样？进了门上楼厅，大郎说：“家里的，我给你见见。”这是我的兄弟，那二武松。武
武二郎这才知道来得是嫂嫂，急忙上前跪倒，就将头碰了。潘氏说：“哎呦，可折寿死嫂子了！手术太成功了，这个。哎”我的罪可真不轻，念太平啊！潘氏女八花名，叫大郎打酒买菜给二弟接接风。武大爷到街上把所有的东西买齐，又把隔壁的这个王妈妈去请啊。帮着潘氏把菜饭做熟，就端上了楼厅。弟兄二人同饮溜溜，潘金莲在一旁是那带笑把话明：兄弟，哎，兄弟，哎，是弟，哎，错，别瞎喊呢、啊，你们嘴也馋，就是吧？你看看你哥哥给咱们家收拾的有多么干净啊！什么腔儿啊！你要听我的，别在衙门里住了哦，赶紧搬到家里来。是，叫街坊四邻看着哥嫂对你也有一点儿那手足的情。吃喝一毕。二郎站身行，不多时来到了那县衙中，见着县太爷把归家的那事情来回禀了。县太爷点头，他也赞同。从此二郎在家中，每天到县内听差，他又去点名，在哥哥家里头一住就是俩月的光景啊。不知不觉呀，到了数九龙于老师唱的有味儿啊，就是，关键人家不看词儿，这太棒了。哎，后边再看，他头里死着是吧？啊，哎，刚才这个小牌子过去了啊，接下来故事要开始激烈的运动起来了。没问题。那么接下来给您换一个曲牌，叫《南城调》。嘿。二郎从衙门里回来，天气可太冷，万里通云后啊，又密又浓，不多时片片的鹅毛弥漫路径，纷纷的鳞甲飞呀，一世那斗雨龙。街市上人烟稀少，实在是肃静。武二郎趟风冒雪，他奔走到了家中。武二郎上前来叩门，把潘氏给惊动。潘金莲儿他开开了门呐，走进了这个二武松。武
二郎上楼来脱靴胆雪，火炉旁坐定，潘金莲把前后的门儿啊关了一个紧，蹦蹦急忙忙上前说：“兄弟呀，这天气可太冷，今儿个你回来的晚呐、啊，一定堂口去说相声。”武二郎回答：“我没有哪种毛病。”说相声毛病干的。嫂嫂若不信，你问我哥哥金枝枪。潘氏说什么？你哥哥？嗯，他缺乏正确的人生观。哦，空长一个废物的人影，吃完饭就睡大觉啊！他什么事儿他全都不通。酒饭齐备了多时，也不必把他来等，咱叔嫂同桌共饮，咱们谈一谈这肺腑的情。说着话，潘氏在二郎对面坐定，深玉碗把美酒啊斟满了一大盅，他把身子这么一欠，双手把酒杯这么一捧，香腮就带着一点笑啊递给了二武松。美英雄探虎爪皆备，嫂嫂你自用。潘氏说：“我的脾气儿啊最爱把兄弟疼。”武二郎谢过了嫂嫂，此酒高兴，潘氏女给二郎啊斟满了第二盅。兄弟，你喝个成双杯吧。二郎就一愣，我看完了，喝罢了第二盏呐、啊，潘氏又斟第三盅，武二郎把三杯饮完，斟一杯把嫂嫂回敬。潘金莲见他回敬酒啊，小心眼儿拎一咕噜，暗想到这个吴老二怎么样，大概是情动，跟他要结了连理。我走了，我的造化可真不轻。此时节，潘氏越想，春情越动啊，要坏，目不转睛的，他竟瞧这个二武松，只瞧得这豪杰有他，脑筋乱蹦，把头低下，他是一语也不哼，拿火杖拨灰，心里是犹疑不定，猛一抬头就气坏了英雄。见潘氏解开了纽帕，我不用真解啊，我意思意思，比有比有的，露出了粉梗，还怎么样？眉角眉梢眼角啊，是万种的风情。这他改的词儿，这是。二郎说：“嫂嫂，你不可如此的行动，俺武二小伦理，我懂得手足情。我哥哥软弱，嫂嫂你也看重。”必须要念在你们夫妻结发情，倘然若有风吹草动，
俺武二郎认识嫂嫂，俺那拳头之下呀，焉能够留？请。生打愣要。您那个嘴烫着了，多好这个，越唱越热闹，呵，哏极了。哎呀，我很感慨，是不是？因为上回我们仨唱这个是12年前，对，12年之后我们老了，所以记不住词儿了。哎，上回也没记住，那是那是，上回没拿着纸，他们看不出来啊。接下来换一个牌子，叫《切快书》。武二郎说的潘氏扫了兴，羞恼成怒就跑下了楼厅。走着说怨我们没脸把人家等，为什么一死儿竟念手足情？这也是这个脾气不让人尊敬，也怨我那没心没肺的把他疼，也是我命里的应该不心静，遇见了不懂人事的一条大昏虫。来至在这个厨房一里嚎啕痛，他是又哭又闹仿了悲声。武二郎一见嫂嫂太蛮横，不得就躲开这个是非坑。武二郎他急急忙忙穿衣来到了街门洞，赵词儿正赶上大郎转家中。武大爷在那儿，武大爷用手推门没推动，不多时门分左右响花楞。武大爷一见就一愣，从里边走出来他的兄弟二武松。真棒，都认识，嗯，有字典，那错不了。大郎说你到哪儿去，天那么冷，没羞没臊不行啊。这个武二郎是一语不发怒冲冲，他趟风冒雪走得冲，大郎也不知道为何情，心暗想我这兄弟犯了什么毛病，他跟什么人把气生。把那挑子挑到了街门洞，见着潘氏问分明。来到了厨房一里留神看，呵，这个潘氏女呀，哭的是稀里哗啦的，眼泡全都哭肿，当时就闷坏了我的这个老蒙兄。那跟咱这词儿不一样，谢太是吧。吴大爷站在一边直发愣，眼望着潘氏问分明，为什么你那眼泡全哭肿啊，你跟什么人的把气生？今儿个下雪天气冷，二郎走，莫非说衙门里边有事情？潘金莲一听把眼一瞪，呸，这一口直啐的吴大爷来了一个满天星。我吃蒜了。说娶我时你们家里很清静，就没提过有一个兄弟二武松。今儿个下雪天又冷，打酒买菜火炉生，我只说我们喝酒不必把他等，谁成想一边喝酒他把这个歹心生。他说我们俩不平等，他说你年老我年轻，他说我长得又好又干净，说你像条混世虫。他又说一朵鲜花粪堆扔，他又骂这个月下老人没眼睛。这小子越说越高兴，他一伸手就把你欺，我的这个脸蛋拧。要不是太太我的心眼硬，我的哥哥啊，你想站起来走道万不能。吴大爷闻听不住的梗，说贤妻说话欠聪明，老
老二他没有这个毛病，他在妇女堆里他太薄情了，他把我这个哥哥看得特别重，要办此事他这万也万不能。潘金莲闻听无名动，好小子，我说话你是不爱听啊，从此后你走你的西青道，我走我的黑牛城，你那里清河沙河昌平县，我这里通州拐弯进了北京，你爱吃蒸羊羔肋蒸熊掌，我这儿有煎饼果子卷大葱，你既然把你的兄弟看得重，抬着我点灯不亮炒菜不香，我不是个省油的灯。吴大爷闻听直发愣，这娘们说的我没听清，嗨，这一回细数别兄我封敬，到下一回斗杀西门庆，大闹飞云浦，中途路上断锁崩驾，可苦坏了美英雄。羊没我了吧？再来一个吧，你。没有词儿了，没有词儿了，就这一份啊。好家伙，于老师，又找您的啊！我这不成，刚才有，谢谢啊！走，快走，去走，快走，叫你再来啊！哎呀，因为于老师最近一直在青岛那儿拍戏，对对啊，高老师也很忙，哎，在家要孩子啊啊，对，响应这三胎嘛啊，然后呢？这今天才把于老师从青岛就赶紧弄回来啊！对，明儿还得弄回去。哎，对，明儿演完后天赶，后天赶回去啊！这一说咱们得唱一个庆祝古曲社，就是仨人都乐了，真是上回唱是12年前，对，网上有一个录音，在北京德云社小剧场，我们唱一回啊！对对对，那回也没有词儿，仨人都唱起来了啊！嗯，那回不是临时，那回也拿着词儿。没拿着，我没拿着，你拿着上回，反正我都拿着吧。啊，那行，好吧啊，就说拿着，那错不了，那回偷着是吧？好在呢，这个观众们跟咱们人家也不计较，当然了，不是专业的，老少爷们都捧，咱们都爱听我们啊。哎，就是写了反串，我们仨都不是正经唱单弦的，那现在不是了，正经人谁唱单弦是吧？我说的是，你们摁点谢金啊！哎，对，我们这就他一个人，这就怪对不起大伙的了啊。就是，对。哎呀，说一乐子事儿，对，不重要。什么时候你们看我们说相声拿过词儿，是不是？哎，就是。你溜，好逮着理了你们啊！这个国庆七天乐，哎，在这儿演5天，天津大礼堂演2天，一共7天嘛。德云古曲社这个成立热闹闹的啊，嗯，我很开心。是吗？啊，这些日子看着老艺术家们，看着我们的中青年演员们天天排练，还有乐队的老师们天天这么认真，我觉得这行还行，挺好，不至于亡。尤其我们这个。这些乐队老师都是好样的啊！当然了，我们把乐队的各位艺术家们请出来，我们再认识一下，来介绍你们。乐队老师们，再给介绍介绍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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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，对，把发仔那家伙接过去啊！发仔，对，好，我们依次再介绍一下大伙儿，咱们印象深一深啊！我们从头开始啊，这位老师了不得，您想象出来的曲艺界大家都给伴奏过，主攻是四胡啊，您记住了啊。这是我们著名的演奏家张玉衡老师，发仔呢就更，这场活没白干，落一外号啊。我们真是打小我就跟他在一块玩，他们家西河世家，他西河最好，其他的曲种也都能来。乐队上这些活没有一个不行的，你说三弦也行，拉个四胡，抱个琵琶，抱个软，抱个什么，他都灵啊，哪儿都好。您看燕桂荣老师呢，录像录音全是他弹的啊。大伙儿再一次记住了啊，发仔的全名罗学发老师。来，快往前来，子一郎，这单独介绍啊。他可是吃了我不少年了啊，因为最早他给我媳妇伴奏弹三弦，后来呢，我说你不能老这么待着呀啊。张云雷小的时候也没事，也让他给教三弦，也没教出来，啊。张云雷是喝酒都他教的。后来我说试试吧，周九良让他教，周九良抽烟是他教的啊。
这他就指着我们家吃了啊，挺好，我们俩这个关系特别棒啊。他闺女他姑爷都在我们这儿上班啊，您记住了啊，胡子义啊。这个老师啊，我打小我就认识他，他那会儿留一披肩发，知道吗？啊，现在我一看这头发都这样，我也是很感慨啊。在曲艺行业里边，全世界最好的扬琴，石俊平老师。这位老师，我也得着重说一下，因为曲艺里边离不开这个声，声你们就知道啊，十多根小竹棍拼在一块儿，拿铁丝一绑，那个玩意儿啊。不管是石雕还是什么的，好多这个曲种里边必须得有笙，这个笙不好吹，它跟梆子那个不一样。哎，曲艺这是很独特的。介绍一下啊，这吹笙的大师，全世界最好的啊，于宝树老师。介绍一下这个长得像张大燕一样的这个大姐啊，我们乐队里唯一的女老师啊，这个打小就认识啊，后来她也嫁给说相声的了啊。这个自从结婚之后，我们就不怎么来往了啊。抱那叫琵琶啊，严平老师啊。这又高又壮的，这是弹三弦的啊。刚才给那个给谁？你弹了吗？这玩意儿啊？啊，对，不容易啊。这个你别看这很成熟，其实很年轻，17呢啊。大伙儿记住了，孔祥心。哎，这也得着重介绍一下，这是正经跟德云社签约的这个艺术家啊。我们这个什么都发，秋裤啊，棉袄的都给他啊。哎，刚才你们看见似乎是他的啊，非常有潜力，手音也好听啊，大伙都记住了，暴力。我们用暴力的名字送给现场所有的朋友们，希望你们发财得暴力啊。再一次谢谢各位老师们辛苦了。掺着先生。哎，掺着点发财。这个我得批评一下你们这个剪场的工作人员，这舞台上怎么还有词儿啊？这个让人笑话回来。谁拿上来的？真的就说是呢，这赶紧揣起来，怪寒碜的。嗯嗯嗯。其实你搁这是看不出来。没事，这我拿揣起来吧，别上边还下回还能用呢啊！还画着我那词儿呢，那线呢。行了，专用啊！您要不说，没人知道啊。一看就知道是我的。来吧，那个今天演出的所有演员都在这儿呢啊！快上来吧。来吧，来，都来，啊，快来，哎，来，我们依次来介绍一下吧，从这边开始啊，嘿，哎呀，上回咱们怎么编的那个，有儿徒，有爱徒，啊，这是我的蠢徒，不是，什么来着？宠徒啊，这是我的宠物徒啊，岳云鹏，旁边就是高峰高老板，那是我儿子陶阳。这是我儿子旁边站着这个，这是我哥哥杨进明，哎，他是我哥哥，但他也是我师弟，哎，你别看他快80了，来，张鹤伦，春老快往前来，哎，刘鹤春，好家伙，那老艺术家，嗯，来，周九良，行，回去吧啊，张小辫儿，嗯。这是高九成，怎么样？高九成疯了，他疯了不管用。哎，后边大辈儿，哎，专业唱单弦的谢金，对，台上他是我师叔，台下我是他大哥，我们就这么拎着啊。嗯，这个来，这等会儿你差一辈儿，你再往前来啊，还不是差一辈儿。老高徒弟还不差，待会儿再介绍啊。对，来，这你们都认识哈，大郎郎浩辰，快回去吧。这是我徒弟啊，张鹤晴，这是天津卫的娃娃，哎，喝嘎巴菜长大的啊。这是我徒弟九字的季九霄，来过来，哎，这都得都在啊，哎，王九龙，大胖子快来。杨鹤通，太好了，那几个电工也别过来了，行了，台也站不开了，还是不挨着，哎，好嘞，行了啊，你别说话了，这个岳云鹏，这个今天这个场合很热闹，因为他现在很忙，一天到晚的，你怎么瘦了最近？健身了，就是没有，
最近就是调一下身体。哦哦哦，嗯，行。哎，他们谁跟我说说你要做那痔疮手术去？说是，又坏，我给孩子说漏了，这是啊。啊，行，没事了啊。不是说了，很响啊。杨哥啊，杨哥啊，行，嗯，这个你们有没有想听听谁给大伙儿什么说一个唱一个的好机会？好嘞，高九成，快来，快来，好嘞。你听听，你听，站这儿来，你听听观众吧。哎，我一说，我说听谁？他马上嘎嘎嘎。我要唱，他们能把我歇下去？不至于有我呢。来，人喊的辫儿哥，我怕我上。你听他干嘛？你快唱一个，随便一唱就行了。嗯、唱一个那个，刘伶醉酒，来。可以啊，嗯、可以。京韵大鼓，刘伶醉酒。平息。这唱吧。嗯嗯，来了刘伶，好酒的。好。我就说让张云雷唱吧，你们非让他唱。好酒的难安，叹如今权臣当道，人伦大变，读书人逢乱世，有口难言，我只得在最终逃在避难，哪怕人耻笑我慌忙疯癫啊。太棒了，哎，好，儿子，快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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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哎，嘿嘿嘿嘿，是你是你啊，给大伙儿唱一什么呀？我们这后台的小伶人没有不会的啊，大家没有想听的，你看这那也得唱。哎，好，给大家唱一首《党亮》。嗯，悔不该辕门来发笑，悔不该御色把香烧，关公犯罪刘备报，豪杰犯罪怎能够饶，小小回音速去报，就是老爷放了骨胶七星剑，把头照一腔热血洒阵跑，好汉英雄辜负我了，汗马功劳一旦跑，江东桥前恩重义好，留下了美人名在万古飘。很兴奋，张云雷过来。我真没准，我真不知道唱什么。我哎，这么着，你说你有什么想法吗？哎，我唱两句，我再唱两句铁片大鼓吧。啊，好，掉到铁片地里了。我要是哪忘了，您帮我提。你放哪忘，我就提你。哎，行。嗯嗯，鼓打还没唱啊，我以为忘了。鼓打三更半夜天，阴曹开了鬼门关，周西这个破前一场战，苏烈他大战罗成，就把将军给乱箭穿。太低了啊！将军念他是条好汉，命他托招转家园。好，好，好，来，周九良，就等你了，来吧。大红果那汤队儿啊，他得试试中医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张伦，过来。说天亲，走，来，金明哥，我不唱。你看，听说你老三天唱了不错，快，老三，好歹来两句。你老艺术家了啊！周玩这么一答呀，哦，来，各位仔细听，头一次我这唱天快，我这心里这打扑腾，我想唱歌曲，嗓子不收听；我想唱京剧啊，嗓子更不行。
我想是他说相声还说话嘴漏风。嘿，老骚帽，来，快来，我李霄，啊，大伙儿点你呢啊！你是不是跟他们说实话了？你说你不会，啥也学不会。你跟，你别跟他们说呀啊！我们吃饭吃的可好看了，那好歹也唱一个来，可中。小妹妹送我的狼牙，送到了大门东啊，偏赶上这个老天爷。刮风不如有一个调门够高的完了啊！一轮明月照西厢，二八佳人盈盈红娘，三请张生来赴宴，四顾无人跳花墙，五顾夫人知道心，六花板拷打盈盈审问小红娘，七夕胆大佳节会，八宝亭前降夜香，九有恩爱十难割舍把您哎，十里亭哭坏了盈盈啊，就痛坏了红娘。今儿在房中绣香袋，绣出西厢各色人儿来，这一边绣的是崔小姐呀，那一边绣的是张秀才呀。张秀才来你好歹，为何不挑粉皮墙而来，前门无油井儿打水呀，后门无油井儿包柴呀。斗斗起斗起斗墙，大红果的汤队儿老有这个啊。你是谁家俏郎才，薄布的袜子蝴蝶梦的鞋，前门无油井儿打水呀，后门无有井儿抱柴。你弹弦儿。我恨夫人老高命，让我赶考够奔东京，倘若是东京难得中啊，想见姑娘万不能。小琴童哎不消停，手打着灯笼走进房中，尊声相公安歇睡吧您哎。明日清晨哦早为当场哦。早为当场，早为当场，亲奶童说话欠点聪明啊，那功名好比浮萍的水太平间啊，美貌的娇妻火化兵面太平啊，不该来结束就在普救寺中啊，来只在花园呐、啊，我们两个两相逢，这也是那个前世前因安排定。太平间呐、啊，说话之间敲楼起了更啊，年太平奔东京走了那张俊瑞呀、啊。十里亭撇下了崔莺莺啊，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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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，要得夫
妻们重相会啊，黄榜得中了第一名啊，郑公子定计把人害呀，天牢大狱困张生啊，白居易上殿把本动啊，出使番邦显才能啊，海外封王人称颂啊，万岁爷封他一个定国的功啊，奉旨万魂来祭祖啊，半府銮驾接应应啊，好难唱的这叫西厢记呀，愿诸位阖家欢乐福寿康宁啊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，所以说今天啊，对啊，结束了啊，走了。谢谢，拜拜。